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月饼蹦出新滋味，绿色抹茶饼皮，竹炭纹路，切开一看，黄色内馅，这可是现在当红的西瓜月饼。但有民众上网订购，怎么变成这样？西瓜纹路线条歪歪斜斜，颜色有的深有的浅，反倒像是毛笔画的。有网友笑说，这根本是褪色的过期西瓜。还有这个画上猪鼻子，西瓜月饼成了搞笑的山猪月饼。必须很小心的，因为它是竹炭粉，你怕画到旁边的话，整个就黑掉了。实际来到这间饼店，老板说误会一场，原来是有朋友不爱吃抹茶，才刻意换成绿豆粉，加点创意改卖山猪月饼，纯手工加上山猪表情，反倒比西瓜月饼来得费工。至于另一家西瓜月饼，同样也用竹炭粉，手工一颗一颗画上纹路。销售如何？但这外表纹路歪歪斜斜，颜色有深有浅，业者说手工制造怎么可能做到一模一样，笑称想吃真正西瓜干脆直接去买。今年西瓜月饼爆红，大家抢着买，到货后却让不少民众收到了意外惊喜。记者陈孟辉、李孟章彰化报道。